大家好，我是苏苏。今天讲的这部上映1972年的《星球征服》是人猿星球系列的第四部，凯撒也终于霸气登场，这正是《星球崛起》系列的主角。虽然同样讲述了凯撒受到人类虐待奋起反抗的故事，但在本片中你肯定可以感受到凯撒对人类更加强烈的仇恨吧。凯撒已经在马戏团中生活了20年，这是他第一次跟随阿尔多前往人类的城市。凯撒发现，在城市中猩猩做着各种体力劳动，他们就像奴隶一般被人类支配。虽然偶尔也有几只猩猩聚集起来反抗一下，但马上就会被警察所驱赶。凯撒记得阿尔多说过，猩猩是人类的宠物，但他不明白猩猩怎么变成了奴隶。阿尔多看出了凯撒的疑虑，带他来到了一座纪念雕像前，并告诉凯撒，在8年前，猫狗因为一场瘟疫都死光后，猩猩一开始确实是人类的宠物，但猩猩非常聪明，人类便逐渐训练猩猩做一些简单的工作。这附近就有一家猩猩的训练中心，人们可以花钱从训练中心买到会各种技能的猩猩。随后，阿尔多带着凯撒去分发马戏团的宣传单。在一个广场上，凯撒看到几个警察正在殴打一只猩猩。这时，州长助理唐纳阻止了他们。凯撒对唐纳不由得感激起来。当唐纳一走，警察们又粗鲁起来，凯撒一下子便爆发了。他冲着警察大喊：“卑鄙下流的人类混蛋！”然后趁乱逃走了。阿尔多找到了凯撒，然后对凯撒说，他必须去自首，并告诉警察那句话是他说的。他的猩猩根本不会说话，而且还被人群吓跑了。如果他天黑没能回来，就让凯撒去港口混到那些海外进口的猩猩中，这样警察就很难找到凯撒。但阿尔多没想到，这事居然惊动了州长。因为最近猩猩的反抗活动越来越多，而且州长怀疑佐拉夫妇的孩子并没有死，可能是被调包了。如果这时真的出现了一只有思想、会说话的猩猩，领导猩猩反抗他们的主人，那将是一场灾难。所以他们一定会找到阿尔多的猩猩。而此时，凯撒已经悄悄地躲在关着进口猩猩的笼子里。他们随后便被带往训练中心，在那里，凯撒看到人类为了训练猩猩，竟然随意殴打他们，甚至会对猩猩一边实施电刑，一边说 no， 以便让猩猩对 no 产生恐惧，服从人类的命令。而凯撒在训练中表现得非常聪明，他不但获得了跟母猩猩配种的机会，还被州长看中并买了下来。凯撒被安排了酒保的工作，但当州长用书中单词给他起名时，他指向了凯撒。州长一看这么霸气的名字，觉得做酒保太大材小用了，于是让凯撒去指挥中心工作。在指挥中心，凯撒却听到了令他崩溃的消息，阿尔多为了不暴露凯撒，在警局跳楼自杀了。凯撒悲痛万分，他独自来到广场，看着他们之前一起发的宣传单，不禁大哭起来。阿尔多就像父亲一样照顾他、爱护他。这些邪恶的人类杀了自己的父母，现在又逼死了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。凯撒的怒火熊熊燃烧，他要复仇，他要带领猩猩反抗人类。凯撒很快就建立了猩猩的地下聚集点，他会让猩猩们偷偷把武器带到这里来，他还会更改人类的购物清单，用来收集汽油和枪械。凯撒还暗中指挥猩猩们搞破坏，他的复仇计划正式展开。另一边，警督卡尔发现了凯撒就是阿尔多想要保护的猩猩。州长怎么也没想到，他找了半天的猩猩竟然一直在自己眼皮底下。他马上通知唐纳把凯撒带回来。唐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于心不忍的他偷偷放了凯撒，但凯撒还是没能逃出城，他不久便被卡尔抓了起来。在电刑的痛苦折磨下，凯撒承认自己会说话，是佐拉夫妇的孩子。就在州长下令处死凯撒时，唐纳偷偷关掉了电刑台的电源，而凯撒居然聪明地配合着表演了一回。州长看到凯撒已死，便赶回了指挥中心。随后，凯撒逃回了他们的地下聚集点，示意猩猩们起义的时候到了。他们首先攻入了猩猩训练中心，释放了这里的猩猩，然后直奔州长所在的指挥中心。不怕死的猩猩们像潮水一般涌入指挥中心，防暴警察很快都被解决了，州长也被一群猩猩所俘获。唐纳请求凯撒停止这一切，凯撒却说这是奴隶对压迫主的复仇。是的，这一刻凯撒完成了复仇。但就在猩猩们准备杀掉州长时，凯撒阻止了他们，并告诉他们，从今天起，他们将在远离人类的地方建造自己的城市，组建自己的军队，建立起自己的王国。如果人类踏入他们的领地，那么就要服从他们的统治。但他们与人类不同，他们的统治将充满慈悲与宽容。此时，凯撒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来临，他将带领人猿们走向未来。